信号异常，党报回顾习近平，李克强不提习清零，美媒爆料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崛起，地方官场异动，习连任之路不平坦，又搞文工五位，中共组建民兵排，上海民众发明暗语订购食品，固体牛奶暗指他。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中共高层政治信号再现异常，中共总理李克强一向强调经济发展与就业，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却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中共高层持续发出两种声音，党报5月12日释放的信号似乎更为明显。人民日报头版当天刊登了有关习近平的四篇报道，虽然占满大部分头版，看似突出习近平的地位，但都是对习近平的历史回顾。这四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的文化情怀》，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报头版并没有报道习近平最新的动向，相反的却报道了李克强5月11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新闻。李克强要求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稳住经济大盘，但对习近平和动态清零只字未提。习近平与李克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外界关注。在5月5日，习近平出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然而在同一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却大谈如何帮扶外贸企业。5月7日，李克强在会议上警告，中国国内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对习近平坚持的动态清零总方针应该如何对经济发展相互配合，却只字未提。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共党内对习近平政策的不满不断扩大，为李克强及其支持者创造了机会。中国的经济正在挣扎，而习近平与普京的关系导致中国比任何时候更加孤立。时事评论员唐浩分析，习近平肯定是受到了党内的挑战与攻击，接下来的高层内斗可能会出现三种结果。第一种可能，习近平胜出，继续带领中共封控中国，扩张全世界，但这个概率非常低，因为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困境太多了，很难自救。第二种可能，习近平被推翻，换上新党魁来带领中共，但是这个结果是倒习不倒共，中国人民还是得生活在集权体制底下，所以也不是好消息。第三种可能就是习近平与反习派之间因为厮杀激烈，爆发公开冲突，导致党内分崩离析，共产党也从而解体，进入后共产党的权力争夺新时代。华尔街日报5月11日报道说，近十年来一直被习近平总书记排挤的中共二号政治人物李克强，现在正以总理的身份重新崛起，成为当局顶层的潜在制约力量。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决策层的人士称，李克强的目标是在习近平至少再统治5年的过程中，找到另一位能够制衡他的总理。报道称，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说，李克强的举措得到了一些共产党官员的支持，他们担心习近平重走毛泽东的老路，而不是优先考虑保经济增长。并且在李克强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对私营科技公司以及房地产等行业放松了监管，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因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被迫停产。中共党内人士还透露，今年夏天中共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北戴河开会时将决定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李克强的努力将在今年秋季二十大上得到验证。报道说，习近平希望由李强出任下届总理，但上海疫情令李强在中共党内受到质疑，而李克强艺术的接班人包括汪洋和胡春华开始获得更多的支持。外界认为，上述消息如果属实，围绕下届中共总理的争夺战将反映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控程度，估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关于中南海内斗的消息被释出。
目前坊间对习近平未来权力的走向或多臆想和猜测，上月大力吹捧习近平的中共地方官场出现异常，引发关注。有分析指出，习连任注定不会平坦，但反习派翻盘概率不大。继中共广西党委上个月喊出文革式口号，拍吹捧习近平的专题片，并发起习思想口袋书的宣传后，5月11日传出消息，广西省会南宁下令收回并销毁习思想口袋书，相关报道被删除，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宣传片也下架。有分析指出，广西之前发起的三招造神运动将习近平推到一个尴尬境地，外界认为这和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如出一辙，更猜测这证明了习的地位并不稳固。为什么现在广西政府又停止对习近平的吹捧呢？外界认为很可能是出了政治问题。最近有关中共内斗激烈的传言甚嚣尘上，广西或许因此而见风使舵，刹车自保。另外也可能是习近平意识到广西的劝进成了高级黑，所以下令刹车。还有一种可能是反习派系掌握文宣和地方派系，有意遏制对习的个人崇拜。另外，时评人王鹤表示，习近平在共青团100周年纪念讲话中提起了中国梦和自我革命等充满习特色的执政理念，党媒和军报大肆宣传。不过在中共央视5月6日至8日，习近平缺禁三天，5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坚持清零政策的表述多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而非习核心。再加上中共对俄乌态度的逆转，习在经济政策上的退让等等信息，王鹤认为说明习近平近期的确遭到了反习势力的发力进攻，特别是美国的轴心法首次将习近平的名字赫然写上，不仅中共国际形象大损，还直接牵扯到中共权贵们在美的资产安全，势必会引发反习派奋力一搏。王鹤认为中共二十大权力斗争战刀光剑影，习连任注定不会平坦，但习近平的核心权力并未受到重创，反习派全面翻盘概率也不大。从另一个角度说，习即使下台，反习派占上风的可能性同样也不大。靠中共改良，很多历史悲剧证明此路不通。李克强主政的话，江派残渣会死灰复燃，曾博会翻盘，在政治上李难是对手，胡温被控局面翻版完全有可能出现。近期大陆多地发布通知，要组建法理斗争民兵排，学者认为中共正在为镇压民间风起云涌的抗暴运动做准备，类似于文革时期的文工武卫指挥部，只是披上了法律的外衣。周二，广东东莞司法部发出一份通知，文件称该局根据东莞市武装部的要求，将在5月底前组建法理斗争民兵排，目前向全市律师所征召18名律师或律师助理加入，征集人员条件年龄在18周岁至45周岁，党员退伍军人优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武装部也发出了类似的通知。在此之前，湖北监利县法院调抽20名警察组成法理斗争支援民兵排，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法院调抽8名警察组成法理斗争民兵排。有分析指出，当局提出组建民兵排，当下是为了对付那些以法理来挑战大白及一众野蛮执法者的不服民众，中共肯定是做着文攻武卫的准备，就跟文革是一样的。未来中国会把所谓的这个疫情变成社会管控，成为一个常态化管理。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现在国内老百姓，尤其在一些发达城市的人们，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中共简单粗暴的执法已不能服人，于是就想出法律来维护他的暴力执法。法律界人士作为社会援助或法律咨询都可以，但是放到武装部，而且是军队编制，明显来讲中共看到了风起云涌的民间抗暴行动，所以组建民兵组织来震慑民间。李元华说，文革的时候中共出动民兵对付老百姓，文革后民兵淡化了，现在他要找懂法律知识的人组建民兵排，
他是想披上法治的遮羞布，遮盖他的血腥暴力，让他的血腥暴力合法化。中共还有一个推卸责任的问题，因为这些人是非正式编制，如果他们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中共完全可以推卸责任，搁在他们头上，说不是政府行为。上海封城一个多月，为尽快实现社会清零，居委会规定团购只能购买肉奶蛋等必需品，饮料酒水零食等被排除在外。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海人很快就跟居委会玩起文字游戏，发明了各种暗语订购食品，意图躲过官方审查。据联合早报报道，由于官方禁止团购薯条、冰淇淋等食品，一些居民则把薯条叫做脱水土豆，冰淇淋改名固体牛奶，奶酪面包成夹心馒头，啤酒则成了低浓度酒精消毒液。报道说，在居民微信聊天群里有一条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信息，固体牛奶送到了，请下单的邻居尽快来取，否则就变成液体牛奶了。但是居民们纷纷心领神会，有人取货后晒出照片，这个牌子的固体牛奶品质不错，希望下次再团购。照片显示的是几盒不同口味的哈根达斯冰淇淋。除了偷梁换柱，上海人还学会了瞒天过海。目前上海多区祭出一人阳性全楼隔离的规定，居民互相提醒下楼接受核酸筛查前先在家里做抗原检测，要是测出两道杠就不要下去做核酸，也不要再打电话向居委报告了，自己在家休息，等几天转阴后再下楼。居民调侃，之前一人阳性全楼封控，上海人就像查卧底一样举报阳性邻居，盼他早日被转到方舱，现在一人阳性全楼隔离，上海人就像掩护地下党一样把阳性邻居藏起来，盼他早日转阴。坚持普世价值，弘扬传统文化，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